加昌站，咁而家咧下一站咧就會去到總站北京西站噶啦。咁你話坐咗八個鐘頭咧，其實會停喺度做直播啦，同埋做下啲採訪工作咁樣。咁對於普通乘客嚟講咧，嗰八個鐘頭咧，我諗亦都唔會話特別過得辛苦或者過得耐啊。因為好多乘客咧，佢哋其實都係坐喺度咁啊，瞓下覺，咁休息下，又或者用下電話咁樣。咁有啲人咧就會選擇不停行嚟行去咁樣。因為佢哋其中一樣咧，佢哋提到就話高鐵咧就唔同飛機啊，因為高鐵咧佢啲走廊比較寬闊啦，同埋佢嘅位置咧係容許佢哋行嚟行去。咁飛機相對嚟講咧，就吸引之處咧就係可能就係雖然長時間啲，但係咧就可以走動一下，而一啲位置咧都比飛機咧係鬆動少少。咁但係而家睇到過咗八個鐘頭啦，個車廂環境咧會唔會話有啲污糟啊？又或者因為廁所或者地行得多，周圍都係垃圾咧？咁我哋行過一次，發覺咧就唔係好似我哋咁諗話，可能未必都係周地都係地垃圾啊咁樣。可以望一望，其實個地下咧個走廊位置咧都係一路都係好乾淨嘅，其實就冇話有啲垃圾喺地下啊咁樣。曾經咧就出現過有啲水漬喺地下嘅，咁我哋都以為係會唔會係一啲飲完嘅嘢飲，又或者係即係例如洗完手周地都係水咁樣，但原來唔係，係因為咧喺架車上面咧 keep 住都會有一啲清潔服務員咧，佢哋攞住個地拖咧就不停喺個熱車上面拖地啦，同埋清潔。咁如果一啲垃圾桶滿咗嘅時候咧，佢哋會好快咁樣換走成個垃圾袋，係理想嘅，即係同平時我哋啱啱上車嘅時候咧，個清潔情況咧唔係話爭得好遠嘅啫。咁都我哋呢個九個鐘頭嘅北京之旅咧，都差唔多嚟到尾聲啦。唔知咁多位網民咧，會唔會對於即係呢一程車，又或者今日通車咗嘅高鐵咧，有啲問題想知或者想問嘅咧？咁我哋都可以睇一睇大家有啲咩諗啊。仲未見到有人喺走廊度大便，咁就係相對乾淨嘅。咁就穩唔穩定啦個信號，咁就因為咧高鐵一路咧係經過唔同省市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嘅時候咧，完全係冇曬信號，咁我哋就斷絕咗同出面嗰個聯絡噶啦。咁即使係連咗 WiFi， 相對嚟講會收得唔係咁好，好多吉位啊！你見到，咁係因為咧呢一卡。整個車卡的位置都不是很多人的，我們不要騷擾二等座一些睡覺的乘客，所以過了來一等座這裡就可以另轉張椅子跟大家做直播包車添，又未至於包車的，都有一些人例如會坐商務客位啊這樣添的，而入聲聽不到啊，條聲是不是不太行，現在聽不聽到呢？現在聽不聽到呢？有人問到呢，就一等座和二等座有什麼分別，還有個價錢是多少？如果上來北京的話，二等座就大概1200多港幣啦，咁同一等座相比，一等座呢就大概2000港幣，1980左右，咁所以相差大概800蚊左右㗎。咁佢哋個相差呢，感覺上一等座嗰個座位個椅背呢係舒服過二等座嘅，咁而佢嗰個行距啦，即係我哋可以擺腳嗰個地方呢亦都係寬敞啲嘅。一等座仲有埋一個腳踏，可以直接將隻腳擺上一個腳踏度，咁而二等座呢就冇乜呢啲情況嘅。同飛機差唔多，搭高鐵上嚟北京，因為佢哋除咗因為今日第一日通車啦，佢哋想上嚟即係體驗一下香港嚟高鐵嗰、那個方便啦，同埋佢哋想體驗一下直接喺香港過關嗰個感覺，所以就選擇嚟感受一下呢個高鐵嗰個情況。咁單價咧同高鐵差唔多，佢哋都覺得高鐵嗰個定價咧同飛機係有啲即係有啲相比落去咧係飛機係
抵啲嘅，因為佢哋坐三個鐘就到啊嘛，咁唔使坐高鐵九個幾鐘先到，咁就所以佢哋都覺得高鐵咧可能會定價貴咗少少，咁但係佢哋相反又會覺得坐九個鐘頭，個航距又舒服啲啦，坐得舒服啲啦，而又可以望到出面個景色咧，佢哋覺得坐九個鐘又唔係話特別太辛苦嘅啫。咁就我哋都就快去到北京啦。睇下大家仲有冇啲咩問題想知道啦。八個鐘頭攰唔攰啊？八個鐘頭攰唔攰嘅話咧，就見仁見智啦。如果我哋有工作在身嘅話咧，咁就可能會比較攰啲啦。咁但係如果普通乘客，好似頭先我咁講，佢哋八個鐘頭咧，通常都有節目去消遣嘅，一係咧就玩下電話，一係咧就見到佢哋喺度煲劇。又或者甚至有啲直情瞓咗覺，咁所以我覺得相對八個幾鐘對佢哋嚟講咧，應該就唔係話太長時間嘅啫。二等座有冇人用耳筒睇劇啊？二等座反而係相對比較靜啲，因為大部分嘅乘客咧，佢哋都係瞓咗覺啊，所以咧。我哋都唔夠膽喺二等座嗰度太張揚或者太大聲咁樣去做直播，咁就費事騷擾咗佢哋啦。咁你話到頭車嗰方面咧，個情況係因為我哋而家坐咗過嚟一等座，咁其實所有嘅座位咧都可以自助咁樣擰轉嘅，咁所以咧就因為而家我哋方便做直播，就將凳擰轉咗。咁平時咧個座位嘅方向咧都係面向翻架車嘅方向嘅。咁或者咁樣啦，我哋暫時個直播就嚟到呢度啦。睇下如果大家有啲咩情況，或者想知道啲咩我哋喺呢一程車經歷到嘅、感受到嘅，咁可以留意住我哋今晚嘅新聞都得。咁我哋再有機會嘅話，喺 Facebook 再同大家見面啦。